不是啊，这个就是，但是呢，来参加这个节目呢，就交到了很多朋友，这个我也感觉非常的幸运啊。然后两个年纪很大的，我平常话很少，在这边能交到很多，对，要说话少，跟朋友就不太那个，要交流嘛。包括那个刚才台上的话，那个动画就是非常的过来交流，非常的幸运和幸福，那么是很棒，因为有音乐比较桥梁，对不对？第二呢，我觉得就是，怎么说呢？反正就是，我觉得非常感谢这个节目，然后所有的演职人员，包括这个几位老师，因为像这个吃完品尝会，就是当时这个最好的东西，我反正也发挥不太好，然后呢，就是整个人就信心什么的都失去了，但是后来呢，就随着每个老师跟我。包括像张涵老师，然后张老师给的那些团队一个指导，因为我没有学过音乐嘛，我自己不是学嘛，然后就是还有一步一步的，现在我非常的谢谢老师吧，也特别向你点感谢，是吧？看你做互联网推广，你不大爱说话，但是你都不会把你丰富的情感全部都蕴藏在你互联网的文字当中，比如说你会推荐一些就是宣传语啊、广告语啊，或者推荐一些东西。如果用互联网语言表达，向你的互联网用户去传达的话，你会怎么表达？介绍你自己，你可能在网上是一个小魔女，是一个小熊，或者是。总之我觉得你并不是现在这个状态，那他也得是个狼啊，他毕竟唱摇滚小红帽之类的。那个我们这个行业大部分都是聆听甲方的话，然后来为他设定当局的一个，是这样的，就是很多城市化的，对对对，他们必须要说出他们的需求，我们才能根据需求来进行下一步的沟通。哦，那您现在需要一个保姆，请您在互联网上面。他说两句。这一段尬聊可以结束了吗？一点不尬，我觉得就是这样，互联网语言就是不一样，跟咱们那个说话的。接下来我们三位评委老师为吕后，因为比赛是越来越残酷的，每一场都有可能有人会顶开，有人会顶下。来，站过来。你再擦下去，你擦下去。竖起来点，站起来。Thank you.
期待一下，请畅想你的歌。